美国五角大厦日前表示，美国海军两栖突击舰艾塞克斯号八号行经阿曼湾时，遭到伊朗海军一架直升机近距离逼车。从伊朗直升机视角的影片可以看到，也在这个网络上曝光了，可以清楚看到直升机以非常低的位置，几乎是贴着艾塞克斯号旁边飞过去。五角大厦发言人科比表示，当时伊朗海军直升机非常接近艾塞克斯号，大约只有25公尺的距离，并且直接直视了伊朗直升机。这样的举动是危险又不专业。